我可以香口水吗？可以。那就可以盖好了呀，嘿嘿。可以啊，那么吵。就我们要把针插在牙齿里面，所以那时候你都不会合起来，如果合起来就咬到针，然后针就会戳进去，就会穿到你的大脑。林氏比较温柔，所以刚刚都很凶。哎呀喽，他只是讲话比较温柔，你看他做的事情都很残忍。你少在那边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帮我检查是否已经按下了右下方的红色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正片即将开始喽！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做根管吗？只要有摄影师，我们就会拍影片。因为摄影师好像订阅很高，直接不照你，照摄影师。喂，今天要来做根管治疗，拜托！摄影师差点见不到我哎。我现在是大院出，就是怎么讲，大病痊愈。你看我这边都还在，然后今天是要来看牙医。今天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呢是我的上面有一颗牙齿是之前蛀掉，然后要做根管治疗。所以为什么要拍影片呢？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根管治疗的过程其实很复杂，还要弄一些假牙套上去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另外一件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换线，上面的线要换更粗的线，然后上面的线也要换更粗的线。换线就是最烦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会隔天就会变很痛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去大吃。所以我拿不能吃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只在意这个吗？哦，好。因为隔壁，有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咸粥，我就那样，一个小时。不能吃饭一个小时。要因为材料要硬，要一个小时，半小时吧，一小时吧。那你只能看我吃了。你可以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大点特点。那我不会吃了。对不起。太凶了，材料要硬要一个小时哦。今天不用打麻药，你想退过的？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不想打吗？我喜欢啊。上次打了麻药，就是我真心觉得老痛苦这样。你是不打麻药不会更痛吗？好痛，但你们来哦，我真的现在真的感觉到痛苦，我原本以为这是很活泼的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啦。走心了。偷摸买的部分，过期啊，那这个不是哦，这个是神经，黑黑的意思就是没东西就黑黑的，所以这整块都是嘴巴的空间也黑黑的，这是空气，然后牙齿是中空的，所以里面颜色也会比较深一点，然后这边如果发炎就会把骨头吃掉，钙化程度比较少，也会黑黑的，所以我这边是黑黑的，对啊，上次我们拆这个镜子嘛，那第一次还没拆的，所以就是不理它。所以我今天要做到哪里？要做到牙套吗？还是今天就是把里面弄干净？好，然后再把它封起来。可能会紧紧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比较紧张，你这边脸颊很用力，我们会不好弄。你现在想要睡觉就好了。你要不要跟镜头说几句话？要说话。这个呢叫做橡皮杖，就是我们会，这是一个橡皮的材质，然后用一个夹子把它夹在牙齿的周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露出我们要治疗的这个牙齿，那就会隔绝口水或者其他的组织，有保护的效果，也可以降低感染的发生。就是口水面其实是很多细菌的，我们不希望它来弄到我们治疗好的牙齿。是做只有做根管治疗才要这样吗？只要你希望隔离牙齿都可以做这个动作。那例如说补比较深的蛀牙，或是粘一些特殊的假牙，也可以用这个。哦，长知识了。然后在牙齿上面钻一个洞，就像我们砍木瓜，你记得木瓜，然后把它那个木瓜的边缘的肉钻一个洞，然后看到里面的空间，就可以把里面清干净。你可以不要讲，就是。
你再说一次。我会吞口水吗？可以，你有办法吞的吞。我会很吞，他很让我吞口水吗？就是其实你嘴巴开着状态是有办法吞口水的，不然就没事。你如果不要夹这个也可以，但你不要用那个嘴巴就去张开会比较辛苦，我是建议你。我可以夹的啊，那可以挂在旁边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，但是很吵。你不要呛到，笑我开心。你知道每个病人不一样，有些夸张。等一下啦，让我弄好，我到一个稳定，我再帮你挂。多少？我在做根管治疗，没有办法讲话，然后口水很都要现在亮到这边，这个是 Apex， 就是根尖的意思，然后还有1毫米、2毫米、3毫米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针就是一路下去有没有碰到最根尖，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就是我们针这样放进去的时候，放到这边就会没有不会导电，知道吗？反正因为越靠近这边，最后我们碰到这里就会跟外面的组织有接触，然后电阻直接改变，就会把我们的针摆到这个。要不然你都改弄到一半，然后这边都没有清到，就会很多细菌感染。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清到底，所以它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器械有没有到底。这样你刚是对我画圈圈吗？抱歉。刚刚就到底了嘛，因为它叫了，然后我就可以量一下它是几毫米这样。目前关小稳的根管是20毫米，这是好还是不好？没有好不好，就是每个牙齿就有长有短啊。哦，所以不会都一样。我以为那是戒指哎，想说它是叫戒指，英文叫 finger ruler， 放在手指上的尺。就我们要把针插在牙齿里面，所以这时候你都不会合起来，如果合起来就咬到针，然后针就会戳进去，就会穿到你的大脑。没有夸张，所以不要咬啦，就是我们希望针在我们现在想要的位置，然后我们要因为看不到，所以要拍 X 光才能确定我们摆的位置在哪。旁边那是要导电吗？就刚刚碰到它的黏膜，口腔里面的黏膜，就这个手指，然后就会导电。然后我如果因为这也是金属嘛，如果伸展回路它就会通电。那如果它导电是被触电的呢？对，但是太就是电流很小，所以没有感觉。真的化学性的小子，2公分啊，2公分这么深，就到底的话是吧？我就一直放着，但里面都脏脏的了。那块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听拿来胶，就是以前拿来填根管的材料。暂时把这个洞堵住，回去吃东西啊，细菌、口水才不会再跑到这里面，就我们清干净的。所以你要先半一小时不要吃东西，让这个黏土变硬，它才可以挡住你的位置。我就很幸运，因为这两个医师都蛮帅的。没有很帅，我不敢。没有哎，你好像蛮帅。我可以排第二名吗？谢谢。等一下。我不走这种路线。声音刚刚都很凶，他一直丢那个器械。我要对你残忍一点，因为你很快就要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他要换成硬的线。
你还说他温柔吗？他上次已经弄我，可是有他上次已经弄得我很痛了，我三天讲话都很痛。然后那个牙齿会在术前先拔，那两颗小臼，我们家一直讨论过，所以我会早一些帮你拿。哈？不用担心了。拔牙喽！他只是讲话比较温柔，你看他做的事情都很残忍。你少在那边。换很硬的线啊，拔牙。没有，如果他时间给我够多的话，我也是会照顾的。我们一直开玩笑，比较担心。我走心。这个会比较紧一点嘛，然后后面一样会有点刺刺的，可能帮你拿一下，帮你把线剪掉。还好吗？还可以吗？你要卫生纸吗？护士，你先加一下。卫生纸要干嘛呢？我们现在给你止痛药，就可以吃了。哎，我开了，好痛！加油！医师真的很温柔。哎呀，疼！啊！好，我剪线，嘴唇放松，然后嘴巴合上。他都没有在听指令，那嘴巴会笑。那肌肉就很紧，很紧绷啊。来啊，等一下，如果他打开的话，这个就没有作用。就要提前回来让我看一下。OK, 好。跳号是什么意思？跳号就是我们通常会从最细的线，慢慢一个一个号数换到粗的线，然后软的线换到硬的线。但是你时间有点不够，所以我会。比如说我们应该是1214/1618，我们就变成1416。所以我现在是多少？现在还是1622，但是又再多了。很紧耶。然后上排，我们上次就已经从，不过你上排本来就比较整齐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从比较粗的开始。但是你那一颗，因为你回去痛，大概都是痛差不多2天到1天左右。对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帮你缩短时间。你不是很痛吗？好，应该录了，对不对？首先有一个甜美的开场，甜美的 ending 这样。我现在是真的有点不爽哦。那看这好，来来来，痛到不行。因为炫医师他只是讲话比较粗鲁，可是他开玩笑，可是他真的很温柔。我现在我真的生气哦。气什么？因为他就一直帮我换一下很粗的线，然后现在很痛，然后我就跟他我会痛几天，他就跟上次一样啊。他就说：“那你通常痛几天，这次就会痛几天啊？”我也知道啊，可是不要闹脾气了。没有，现在情绪上，我没有办法好好录这个影片。好的，随便了，反正就是喜欢就订阅，不喜欢就不要订阅，不要看，随便哦。我调个色，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。